还有新的康熙同盟在里面啊，做一些贵族政治，我这边草图形状就是天子宫，天子宫的线呢就是完全它就是符合天子宫的位置，就是它的方向，天堂的方向就是明显的说来说去，不过这边千万不能放，你看新增加这条线呢，后面的线呢基本上要三个月线。那既然这个看到的时候已经先发了就是啊任何时间在按键盘上的 PA 这是个脱离键脱离键的功能脱离掉啊那我这个现在就是延伸延伸的功能啊我先把这条线延伸到这条线上现在做就输入再过来啊那另外人家延伸就对应就比较休息啊在这种的比较休息键我在这条线上就解决掉，要中间修补掉，就是这样。同样的选择就是先修补掉，这个先修补掉，就看到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封闭区间，马上就会小心爆了。啊，那我先给它做个生长的功能，那现在生长它让它八个密度，好，八个密度呢，我选择面张生做一个。挤出的动作，那就挤出的动作。好，这是一个做完的草图，实际上是我是做一半的，就像是中间的一半。然后现在做一半之后，我做近身的方式，做印到这边去，印成这样。然后近身平面这边，就给他们做近身的方式。好，两半的是像一个中间这样。那接下来想做个草，对不对？那做一个草，先在这平面上做。所以新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新的，现在这图面上，我现在这个草，我没有办法去，很清楚地看到中间有怎么办呢？我变投影的功能，投影的边是这个面，我就把这个面，你看这边就被我重合了，然后黑色的就被重合了，所以这时候我就有参考点，我可以拿这个点跟这个点画。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在中间画一条，可以画一个圆圈啊，在这个地方画个圆形。画多大的圆呢？假设我们画的是五厘米，我们画个5.8厘米，好，像这样的5.8厘米。那既有刚这个边的不需要，你就把它。接下来我可以做个切图动作，另外的。完全就是让这一块的时候要用你可以把这个移除的移除里面的移除功能移除之后可以向前移除看看移除多少这个功能这边比较移除的功能那这一个基础的简单的功能介绍那这样就是来讲呢就是太厚了这个挤出的时候不需要显示这么厚所以就把它做回溯回去我可以挤出多少呢？我刚刚只是大概，就是适量比较挤出，大概是1厘米，就把它做修正。修正完，你看，这个回去一样。那刚刚这个地方有问题，之后再重新修。啊，这条线不用了，删掉，就重新修正。那你后面再做其他的。是用的工具，用必要的工具。